性能卓越，这就是 AMG 手工打造的 5.5 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。它是 Blue Direct 发动机家族中最强劲的一员，功率高达430千瓦，扭矩达到900牛顿米。轻巧， AMG 轻量化技术使汽车重量减轻了100公斤。快速， AMG Boost 使这款高性能豪华车百公里加速仅需4.4秒。这充分反映了这款车的特点， S63 AMG 动力强劲，令人幸福。 AMG SpeedShift MCT 七速运动型变速箱确保动力符合实际要求。4MATIC 全轮驱动把33%的扭矩分配给前桥，把67%的扭矩分配给了后桥。侧重后驱的动力分配方式不仅提升了动力，而且还使驾驶乐趣得到了提高。运动型和豪华外观的结合，这就是出自 Alphardbach 的汽车所特有的标志。硕大的直立状散热器格栅更具有立体感，凸显 S 级车的特殊地位。有着黑色高光格栅的前脸，呈现出 AMG 汽车所特有的八字形造型。在内饰方面， AMG 汽车的动感与奔驰车的品味得到了充分结合。全新开发的 AMG 跑车座椅配备了电动调节装置，它向驾驶员和副驾驶提供了更坚实的侧面支撑。采用 AMG V8 设计的 Napa 真皮椅面做工考究，靠背上的 AMG 标志彰显其贵族身份，无处不显示出精致豪华的特点。新款 S63 AMG 再次树立了标杆，它使动力和时尚得到了完美的结合，给您带来独特的驾驶体验。